现在为您插播一则新闻，今天凌晨的天华工地大火，老旧公寓不是燃烧快速，由于起火当时人是上班时间，公寓住户大多外出，火势快速燃烧到了目前火势集中在三楼跟四楼，现场正在进行抢救，请问你还住民加派支援，往后再先往后再请派人支援。五幺八三幺，我的人已经送过去了。除了手之外，你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头呢？你被柜子压住的时候，你意识是清醒的吗？就是，进行小心。刚刚开水线，热水，热水。没修了，对啊，大嫂不是要生的吗？之前琪琪出生给他错过，这次不能再这样了。对啊，上次错过那一次被念好几年。怀孕期间你都没有陪我去做过产检，台风你也要停休，有时候还有什么山难，去我住好几天不能回家，我这样跟单亲妈妈有什么不一样？婚前就知道我的工作状况是这样。那如果你换工作呢？你是八爷吗？是啊，我是管理员，就是在你，就是在你啊！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再见，再见！那能不能闻到家味了？稍等一下，我确认一下。赶快破门！我们这一栋有几十户哎，你确认什么？你赔得起吗？等一下，紧急介入！好，好，紧急介入！我破门，阿仁帮我来。你们知道那扇门有多贵吗？朱先生，你先不要那么生气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当天的状况是这样子，也联络不到你。我不管，你们今天就要给我一个交代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去市长信箱投诉，我跟媒体爆料，不然我们就法院见。八万，这么多？但你是执行公务啊，难道你会不破门吗？你这什么工作啊？你们认真打火，现在出了问题，还要自己掏腰包解决啊？求职还是我跟你一起赔啦。破门我也有份，主要破门的人是我，跟你没关系。可是邱 Sir， 这对你真的太不公平了。分队长，你这次真的要帮汉成哥啦，汉成哥完全没错哎，却让他扛所有责任，这太不公平了吧？但我们这工作是有意义的，他有时候不只是救一个人，而是救整个家庭。对对，你的工作是救人，是帮人。我每次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跟自己讲，我老公很伟大，爱做有意义的事情。身为消防员太太，要坚强，要独立。但我也是人，我也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。你自己选，你要我们这个家，还是你继续你的工作？听说你是在火场里耍帅啊？哎，我都做七八年了，不会有事。你这么拼，你妈还是会担心啊。没事啦，我又不是第一天进火场。我靠的，快上车来急救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赶快醒来！我的死，我的死！赶快醒来！赶快醒来！赶快醒来！我的死！原本应该救人的消防队，现在害死人！你们良心在哪里？你们晚上睡得着吗？血糖有点低，要帮你打针哦。对，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，你有状况也不想跟别人说，我可以理解，但至少该让我知道，我会帮你。其实每次救援失败之后，我也问自己，我真的没事，但我们日子还是要过好，还是得我就跟你说我没事。听我一次好不好？放开我！
你需要看医生，再问我一次。放开我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凭什么帮我做这些决定？妈，你一天到底要打几次电话啊？我就这么忙事要怎么接你电话啊？我都觉得我快死了，是不是要等到我死了你才愿意回来看我？妈，我在工作，我养你这个女儿有什么用啊？当初要是生儿子就好了，爸就不会离开我，去美国的就会是我们了，哪轮得到那个女的？哎，你要不要像那个女人的儿子一样去考个技师？你啊，加油啦，要被别人比下去了。从小到大我就告诉自己，绝对不可以输给男生。女生啊，莫想强势啦，嘛莫想野心，很不可爱。小姐，你还好吗？我怀孕了。你怀孕了？对。痛，痛，赶快到医院，不然我投诉你们。气死了，救护车开超慢的，快点，快点。请你相信我们的专业。快开！啊、对于害死一条人命，有什么话对家属说？你明明在附近，为什么去在附近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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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不要借这个机会啊，换一个工作？你看你那么认真的工作，却被闲到这样子。那些媒体，辞一辞啦，找个新工作。你看你弟啊，这么优秀，在美国开飞机耶。啊，你嘞，消防员，吃饱了。你这干嘛？我是关心你，那生气什么啊？哎呦，你讲身体不爽快，唔上病，搁在门当门上，你问啥啦？阿伯，不要妨碍我们评估好吗？你什么态度啊？我你讲哦，奇怪，我们这是我的朋友，我应该做协助哦。我奇怪了，才搞你叫来救啦！你奇怪吗？我绝对来投诉的。我同安分队林义阳啦。延误病人就医是可以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们哪有延误就医啊？我们十分钟就到医院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有够歹的，到这么快的病改。都有病改，我讲的是属实的吧？义阳，好了啦。没水，会不会太夸张啊？我们上次测试是正常的。你们灭火器过期，消防栓又没水，万一发生火灾怎么办呢？下个月，下个月我一定把它修好。这次你就先让我们过，好不好？你上次也是这样讲，我已经开限改单给你们，可到现在都一样都没修啊。我保证，我保证这一次我一定把它修，下礼拜一修好。议员你来了，有客气力，人生真有缘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件事情我只能依法开单，谁来关说都一样。哎。朱云的措辞啊，我不是来关说，我是来关心。那请问议员，你来关心什么？又有民众投诉消防员啊，说消防员执行态度不佳嘛，我能不来关心吗？就是你带我进来的，你们不知道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蛋，你呀，妈的，你呀，好了，大哥，什么东西、啊？周队长，你队员刚刚打人了。上一次你们来安检那个队员。态度非常不好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是这样，是因为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哦。我昨天去电视台，我朋友问我怎么受伤的，你希望我怎么回答？你把人打伤了，人家现在额头带着伤去找白科长，请问你要怎么负责？所以是那个姓沈的去告状，是不是？我他妈根本没有打他。他们现在已经找上媒体了，你觉得我们分队上的新闻不够多吗？媒体围着白科长说你在干嘛？围着局长说你又在哪里？这么严重？妈的！我知道那个地方早晚会出事。我们现在在火场的第二面，对，然后二三楼呢有大量浓烟窜出，研发里面火势很猛烈了。你等下进去要小心哦，里面动线很复杂，设备也都有问题。没事啦，待会见。报告，救护们！严兄，严兄，完蛋了，救护车，完蛋了，救护车，二楼还有几楼根本没有用。你不要动，谁来救你啊？我们通向汉城呼叫，我们通向汉城呼叫，看二楼是发生一起瘫痪。现场会把他拉出去，消防队待命，消防队待命。
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，都必须被抢救，不是吗？谢谢你爱的恨的远的近的，曾留给我那些消息，却又带着耳语在伤耳朵。没有如果，一种结果，示范着软弱。我们走不到尽头，怎么信守和执着？想想你笑的、哭的、累的、爱的，都很寂寞。你就安心的让我虔诚的奉上承诺。时间不透，腐败不了一手的温柔，应该你在某个点，我们相遇。